接下来是第三个单元，我们来浅谈一下手绘服饰 DIY。手绘基本上是呃绘画与服饰设计的技能融合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将手绘技法呃透过衣饰，然后用 DIY 的技法引广泛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。它手绘可以结合不同素材，然后呃创作自创作出精致实用而且独一无二的个性化服饰生活用品。 那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手绘一是对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帮助呢？呃，手绘是不是基本上第一个？它就是目前政府在推文创，它是非常实用的一些文创商品必须要去呃投入的，或者是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哦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本身做呃文创事业的话，他会拿手绘来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发展的愿景。 然后，像现在很多科班生，他们会在生活用品上面，呃，彩绘。然后经过这些彩绘，也许他们可以去跑市集，甚至他们可以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。呃，呃，目前市面上蛮多年轻人在从事手绘 T 恤，甚至手绘帽子、手绘鞋子，还有一些呃其他的生活小品。 这个就是手绘的其中的第一个愿景，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玩手绘服饰可以美化我们的生活，它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来，然后让所有的人在生活上更有另外一种精神上的寄托。所以它也是非常实用的。那第三个就是手绘，基本上我们可以很环保，也可以很美丽。尤其是我一直强调，我在上课的时候一直强调，我们可以透过手绘，然后来让家里的旧衣翻新。 呃，我常常跟学员讲，我们不见得要去买新衣服来做彩绘，我们可以把旧的 T 恤、穿过的牛仔裤拿来重新彩绘，它又是一件新的物品，又是一件新的衣服哦，蛮环保的。那甚至我们一些名牌服饰啦，或者非常喜好的自己非常喜欢的衣物，破洞我们都可以经过改造，让它旧衣翻新哈，这个是非常环保的。 啊，我们再来看看手绘。除了这些愿景之外，它有哪些特色呢？基本上，手绘有三大技法。那可能一般这个跟纯美术不太一样，或者是说跟我们在纸上作画是不太一样的。手绘的三大技法，分别是第一个技法，它是即时手绘。那我们在画面上看到最上面这个单元，它即时手绘基本上就是我们直接在我们的胚材上面彩绘。 那除了直接彩绘之外，它还风格上是有差异的。我们一般常常你会在坊间看到有一些手染服饰店，那它常常就是用纯棉的衣服，然后在上面彩绘一些花卉图腾，这个就是比较偏向中国风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风的手绘服饰。除了中国风，还有一种就是西洋风。我们可能在早期。 呃，那个欧风、和风很流行的时候，有些人他会在生活用品上，或者是家具啦、木头啦，甚至背包啦，呃，乃至于牛仔裤这一类的，在上面彩绘一些比较西，属于西洋风格，呃，比较属于油画浓彩这种风格的手绘风格。 这个是西洋风，那我本身是比较偏爱现代美术，所以我玩的是现代比较时尚风格的图腾，所以我们在这画面看到所有的图案都是蛮现代感的，啊，这是所谓的呃插画风格，也就是我最热爱的插画。那这些即时彩绘，它当然除了风格之外，呃，我们还有其他的技法。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型板彩绘，所谓的型板彩绘，也就是说我们把图案设计好之后。 必须再经过呃一种呃描写，然后再切割。也许我可能在这画面上这样子啊、哦，我们看看这画面。我们上面有一只猫咪，然后我们可能在呃图腾上面画好画好之后，找一个媒介，可能是描图纸，也有可能是 Q 片。那我们在上面把图案描到画面上，然后再经过笔刀切割，切割之后它会是一个镂空的图腾。然后有了镂空图腾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放在配色上面填色。 那早完色就是像我们画面看到这样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型版彩绘。不过型版彩绘基本上又分单一型版跟多重型版。那单一型版当然顾名思义，它就是一个板子就可以完成一个作品。所以我们画面上不管这只猫咪或者是这个猫狗图案，它就是单一的型版。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右手边，这里有一只猫头鹰，这个猫头鹰图案就稍微复杂一点，这个是多重型版。 这个猫头鹰基本上，我们是把一个图案分成三张、三张图，然后一层一层的，啊、哦，三次经过三次的涂色，然后完成之后就变成这样一个。呃，这个图案是比较复杂的图案，那这个就是多重型版的彩绘，然后。 这些型板彩绘都是很容易上手，也非常实用。然后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跟一个型板，它可以无限复制哦，所以型板彩绘是非常实用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手绘，除了即时手绘跟型板彩绘，还有哪一个技法？还有一种特殊技法。那特殊技法基本上这个方法非常多。我们想，可能一般人会有机会碰到的，也有也许有这种经验，就是你可能去某一个风景区，或者是到某一个观光区，它会让你玩呃植物拓染。 我们会拿植物，然后在上面敲敲打打，让它的颜色，呃，可能拓染到棉布、胚布上面，或者是说，我们也可以在那种比较干涸的植物上面涂上颜色，然后再把它转拓印到配材上面，这是一种拓染。 呃，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凹凸版，也就是我们有时候像，尤其是很多小朋友，他们会玩一种橡皮擦的凹凸版画。也就是说，你可能在橡皮擦上面搁置图案，然后那个画图案，然后再把它呃割成立体凹凸有致的图形，然后再把它涂上颜料，转印到胚彩上面。 那这个都是一种特殊技法，不过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都不是经过特殊，不是经过凹凸版，也不是那个植物染。我们画面上左边这个鱼，它基本上是用遮彩的技法，这遮彩比较特别一点哦，可能一般人比较没有去玩这种技法。我们所谓的遮彩，就是我们拿一些特殊的工具啦，比方说我们会去买胶带或者弹性胶带，然后我们拿应用胶带在。 画面上在胚材上面构图，哦、呃，那个胶带是有粘性的。我们在胚材上面构图，可能直接粘出一个图案，图案或许是鱼，或许是花。那粘完之后，你可以在上面彩绘。当你彩绘完之后，你把胶带拆除，它就是一个特殊的效果。我们上面这个鱼，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胶带，利用胶带折彩出来的效果。然后我们再看看右手边，右手边这是一个同花提带。 那这个桐花提带基本上也算是特殊技法，因为这个不是直接彩绘上去的。它基本上我们这个图案就是我可能现在纸上面剪出一朵桐花的造型，然后或者是说两三朵桐花的造型，然后造型剪出来之后，我们把一个实体的桐花再贴在胚彩上面去，然后我们再。 黑材遮住的地方是上不到颜色的，然后再经过其他地方的彩绘，像这一些旁边的绿色的部分，我们是用飞刷的技法在上面着色，然后着色完之后，我们再把桐花刚刚那个剪纸剪纸形状的桐花拆除，它就变成这样子一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桐花提代作品了、哦。这个都是属于手绘的三大技法部分。